来看花絮吧。拜拜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两个，它不止，就是不只有这一个刚才说的那个方式，知道吧？啊，如果我刚刚想的那个是啥？如果电视机它给你修好了过后啊，修了过后你昨天晚上是这个台，然后起来打开电视发现是另外一个台的话，演不下来。哦。就等一下，如果你记得主动来是哪个台的话，演不下来。然后就发现有人来你在看电视的时候，电视了你在看电视的时候，你突然觉得不对劲儿，好像不是这个台。然后那个镜头啊，然后这个消耗就会有一个，对，这种在后面站着呜，是这个也是其次。我其实我觉得你这个挺好，下次咱把那个写段的那个老师撤一撤，把钱给他。那涛哥给我15000就行了，我给你出6条，150006条，他不想当真了，涛哥。你是嫌少了，好贵。好的，那这个我们场外再谈。好，场外再谈，场外再谈。好，我们接着可以愉快的下班了。哦，就是那种摄像头装在他房间里面，然后就摄像头播着他的房间的画面，电视看播着他画面，播着他特别吓人。他把电视打开，发现那个监控看到自己的背影。哇，特别吓人。哎，今天晚上我睡不着觉，给你们一个打电话。一个个打票，第两声，涛哥第一个，然后去人家给你过生日。帅哥们拍平面了。我以为拍的都好帅啊。